因为20块钱把相亲对象删了。刚认识的时候他说 AA 我答应了，之前出去吃饭都是几百块钱，都主动转账给他了。这次去一个公园里玩，回来的时候买了2杯奶茶，女生还挑了个便宜的。结果回家以后男生一直暗示奶茶味道不错啊，奶茶真好喝呀，接着直接说这个奶茶是我买的，说好的 AA 嘛，20块钱也要 A。 男生说你那杯8块，我付了20，你给我10块，我送你回家，收2块钱邮费不过分吧。女生直接转了20块钱，结果男生急了，开始说我不要，你再跟我生气，这次算我请你，我开个玩笑而已，你怎么一下子生气了。然后说约定好的 AA 虽然钱不多，但也要遵守约定，收完了20块钱还要补一句我不小心点到了。